接了，
很好。不过这次当然在主题曲方面啊，班子是有参与这个演唱的部分，要不要说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我们兄弟其实我们也花了非常多时间去制作，然后是由 Touch 他写的曲，然后我跟他一起写的词一样，对，然后也已经在 YouTube 上面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这个 YouTube 我看过的，我们在电台也在播，是我们上传几天已经有好几万的点击率了。对，而且就是在Yes 九三三的空中也是独家首播的，对，然后好像是在我的班独家首播的，突然间想起来。是啊，所以你们知道，我们是要独家带给你更多的艺人朋友们的。是的。好，我们谢谢我们的六位啦，谢谢。哇，大家好，谢谢啊，谢谢。是，那让我们今天看到的场外就是我们的主要的演员李马强。回来就变这样了，缩水了啊！刚好，再微信跟现场的朋友来，就是卫生好吗？来，我们请来卫生间的小龙。好，大家好。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就是秋风，还有我们这位咖啡的演员啊，我们的拉拉也是，好不好？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啊！如果你没有看《师神一》的话 ，Mikey 是个很自卑的小伙子，但是在《师神二》，他虽然也是很自卑，但是这次他有内心戏。你们会看到 Mikey 的内心里面的世界这样子，到最后我们三个人的那个感情纠葛到底怎么样呢？你们一定要看到呀！真的，不要去厕所，怎么样都跟他懂了，懂到完才去厕所，好不好？真的，我跟你说，三个人之间的感情戏哈，发展到最后呢，有一定的惊喜在里面。是，对，来 Touch， 来，好，欢迎你们。就说的是非常的是哦，明天你可以看啊 ，Finally 啊 ，Lion Man Part Two 嘛啦 ，So hope you guys enjoy the movie， which will be out in cinemas on June 12th. So thank you。谢谢他们，谢谢我们的伊娃陈彦秋。Hello， 大家好，我是伊娃陈彦秋。相信你们看了我们《弑神决战》第一部，其实它很多是动作戏在里面，但是第二部会有很多的感情纠葛，还有爱情，还有友情，希望你们会喜欢。是。来，我们请三位往前站一步，让大家来有一个好的摄影镜头，好不好？对 ，OK。那要不要特别的说一下呢？因为呢，就是在最近哈，就是刚刚是独家首播的《We Are Brothers》这首歌曲，对不对？都取得很好的成绩，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九三三，很多朋友都有反应说 ，OK， 我喜欢这首歌，哇，太爱了，太好听了，哇！所以心里上有没有特别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歌在本地的人用播声跟军放出，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会有自己的歌在九三三。对，然后听 radio 的时候，然后它播出来就觉得很爽，阿杜的团队真的很爽。是，那伊娃现在呢，就是在剧中嘛，对不对？就是周旋于两位之间嘛，对不对？就是周旋于两个同一个武术师馆出来的男生。然后他们因为我，然后就会可能就是师兄弟产生了矛盾嘛，所以你就是在剧中，你觉得你的这个角色哈，我们不要讲出最后的那个，你知道吗？结局来，但是你觉得他最后做的选择如何呢？你觉得他的选择是对的选择？你现在是局外者的身份，对，以局外者来看，他会这样子选吗？这样子一个感觉是很有惊喜哦，等一下我们看你就知道了。真的。OK， 然后这部戏呢，其实虽然说拍完已经相隔一段时间了，然后现在我相信呢，就已经参与了好几部电影。
然后三位一个感觉从之前啊我怎么能走到现在觉得最大的改变有什么不一样吗？来挑先说吧。哇，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在这两年里面我们真的很幸运， very very lucky because very very few artists in Singapore get to do 4 movies within 2 years and also the production and be able to have the chance to make music as well. So we want to thank every one of you here for supporting us. So thank you. 是精神本地的电影，原来有空的时候可以吃小黄瓜，吃小黄瓜，好吗？看宝宝吃吃，肉饭吃吃。是，而且还可以做主播，很多。这是伟良的一个那个视频啊。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做，从来没有想过。你做的，跟那个 Wang Bananas 对不对？是，什么 Wang Bananas 我做了一个 video， 然后跟做了一个会飞的，就是 GoPro。然后他们用那个航拍的技术，然后让我好像看起来会飞一样。所以从比较高的地方看新加坡，好漂亮。真的、啊？我没有真的飞了吧？那个 view 真的漂亮。那你在影片中看到自己飞有没有是爽到？有，其实是蛮，都蛮特别的那种感觉，因为自己会飞，其实还蛮，你知道，啊，很厉害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三位还有什么作品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呢？我们这个之后应该会 Avoid the Frogman 啊 Avoid the Frogman 他是一个新加坡 Never Never 的，我们讲他们的故事的，所以那个身材要稍微练一下啊，身材啊，没有还没有练好，现在是刚刚现在摆摆 pose 是还有东西盖住啊，等真的练好了，没有东西盖都没有关系，没有没有那个也要有东西盖啊，盖一下啦。有些的线条可以给大家看啊，有一些线条看啊，不要全部的线条。哦，我知道，知道，我知道。是，有些线条留给自己看啊。那一把其实好像啊，就跟梁志祥导演第一次合作，是吧？那个感觉怎么样？我知道。很兴奋呀，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在新加坡拍电影，而且跟新加在戏里面跟新加坡的男生谈恋爱，有一种怎么说呢，很微妙的感觉，和我国内尝试的那种。和我国内尝试的那种电影拍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刚看到他的那个姿势，还觉得微妙吗？还是没有的，微笑都有，太常见了。因为我私底下也都这样。哦，真的，你不要走上海啊！啊不，因为我相信有可能就是他，就三位都是私底下应该是玩玩闹闹的，在拍戏的场合，对不对？然后有没有觉得说三位男生特别可爱呢？有吗？有啊，我觉得。好啦，进来了，嘉宾你再进来了，不要说没有了，嘉宾你再进来了。我今天是老人家了，那也是啊，老人在那边啊。不然怪你们家年轻啊，看起来不过是假象而已。我问一下几岁？哇，我已经30没有人长，看不出来啊，你像他15。好会长啊！啊，谢谢，我先走了，没有没有，其实我真的差不多30。啊，就比如不要这种东西就不用讲出来了，对不对？不用讲出来了，所以接下来就是也会有继续的跟梁导合作吗？会有机会跟梁导合作，再跟我们很棒的演员一起在合作。啊，真的？会。那所以我很值得期待。OK， 那三位在这个电影当中呢，觉得跟哪一位呢是学到这个最多的？就是可能跟哪一位？可能跟梁导，可能跟这个陈天文。是因为我新兵的时候，就是演的是罗邦，罗邦就跟我本身，我很喜欢罗邦，真的吗？他跟我本身性格很像，喜欢吗？喜欢。就是你知道，不管做什么，突然间他就会出来，有罗邦，是是是是，你要什么东西我都有啊，电池什么东西，因为罗邦是一个比较放开来演，是，可是 Mikey 是比较收，对，他比较有很多的内心戏，所以因为他们。我们在最熟悉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很耐心，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跟他们也学到了很多。是 ，OK， 那涛子，你可以讲英文 ，OK？ 好、，Actually we are filming right, everybody. You can actually learn from everybody, including the younger actors. Because sometimes you never know what knowledge they might have. Like other than Yang Dao and Tian Dao, when we acting with them, I also learn a lot about 眼神啊，往内心思考的方面 ，especially。跟他合作的时候，你跟他演戏的时候，你会有点 stress， 因为他是那种 do two take two done， 有时候 one take two done， 所以要，所以他通常是 one take done 的，我们在那边十几个 take done 的。真的，是小雨当导演是很认真的导演，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他其实梁导就是
是对我们的要求高，但是他对他自己的要求更高。是，那伊娃其实呢，想问你哦，你的 Instagram 哦，为什么每张照片可以拍到这么美啊？这种要学的，什么角度哦，怎么样拍都非常的好看的。啊，其实我是还好了，我是正面拍照的。什么？但我有听说女孩子喜欢仰角姿势会拍照，对不对？我也是仰角拍的像鬼一样。我也有演过，我仰角。你仰错了，你往下仰。拍到好，我们只有设置一个可以拍，你可以拍这边，拍另外一边就好像鬼了，不要被他玩笑。没骗你，其他为什么叫天生丽质这件事大家都看得出来？对，真的，所以我们有些东西不要勉强啦。那么这个时候呢，马上呢要欢迎哈《新生决战之终极一战》的两位灵魂人物到现场来哦。是我们欢迎我们的梁志强导演和我们的陈建宏大哥，欢迎。你不要这样，我们虽然都是老人家了，但是有时候尖叫声可以让我们年轻起来。对，但我可以振奋一下心情吗？对啊，对啊，对啊，谢谢你啊。梁导怎么讲得上那么多话好哭的？啊，对啊，是啊，两轮的嘛，生两次的啊。我38岁生他都 OK 了，他们都50几岁。好的，今天看了这么多朋友来支持这部戏《师神决战终极一战》，我在梁导肯定很开心的。很开心啊，因为尤其看到这些朋友，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网上一直说，哎，我们等了很久了。是的，我们为什么跟你们等久呢？因为呢，我们要把 quality 呢弄到最好，因为你的特效的部分啊，跟前面第一集比起来哦，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做那个特效。是，因为第二集的这个特效真的是非常的惊人，让人眼前一亮。是是是。对，就本地电影做到这样子的程度，我觉得非常的是值得值得称赞的。因为我想说啊，因为我们本地电影啊，有些时候受到这个制作费的局限啊，我们有些时候想做超越原来这个100多万制作费的电影啊，真的是不容易。就是有这个机会呢，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回家闹鬼，是输人不输阵哦，要为相关电影争光，对不对？好像我们天文大哥也是拼命为相关电影争光的。啊，哪里不是啊？幸运而已，幸运而已，没有，有时候靠真的实力。对，没实力，有运气也不够。你好，不好意思吧，耳朵。因为我这部戏他很好演啊。对，其实刚刚是躺在是我的实力的，我的实力，因为戏里面的。梁导说我第一集哦太打太多了，太过生气太多了，所以第二集哦让我躺在那边演，躺在那边演的哦，你看演是最有效果制作的，躺在病床上啊，从头到尾后面的车走一遍，哇，所以这第二集那个钱会比较容易赚啊。拿点盘了，已经输光了，输光了。没有了，我们赌博，赌博吧。是，那当然呢，当然想要在这边就请各位了哈，来跟我们每一个人说一说，在这第二集的《师神决战之终极一战》当中呢，最令人期待的是什么呢？我们先从回来开始好不好？好，因为你看了《师神一》嘛，我们的这个兄弟情啊，开始就是慢慢的变加，到最后第二集我们越演越烈。到后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难道你们不想知道吗？想知道的话，一定要进戏院看我们的《师神决战终极一战》，6月12号，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本地的创作，谢谢。谢谢你们。rap 出来一样，太真实了。来，我们 rap 的 talk 来，你 rap 出来。Because what I mean by do because it's Singapore's very first action movie combining lion dance, street dance, martial arts, romance, bromance, 球步 ，everything is right， 所以一定要看，谢谢。来，请叶秋。我想你们最期待的应该是小雨最后的选择会选谁吧，如果你们想知道小雨最后选谁，就去电影观看我们的《师神决战之终极一战》。好 OK， 我觉得这部戏呢是说真的，真的是我拍的最幸福的一部电影。那么
么当然最后看到陈红的时候呢，也是我最满意的，因为特效啊结合动作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摆在台面的。我真的是希望朋友们看了之后呢，我肯定你们一定会喜欢的。谢谢梁导，还有这位大哥呢。其实这部戏呢，我跟你讲，直接看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有贺师傅，有我在，是会跳下来为了看的。啊，因为我的演出会让你们觉得可爱，让你们笑，谢谢。谢谢我们的导演跟我们的演员，最后再步入这个会场，其实我们现在一个大合照，好不好？是的，我们请各位来站到台的前面来。所以呢，我要呢，全场的朋友，等一下我喊完片名，大家来给我喊话啦，好不好 ？OK， 好，准备好了没有？你们？哎呦，你们睡着了哈？怎么这样？准备好了没有 ？OK， 我们三二一，弑神决战，终极一战！耶！哇！耶！好，谢谢。谢谢新风手艺里红地毯部分呢，再告一段落。是的，那我们的。